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那这一款呢，哇，飞揽天空哦，也是这广告非常大。那另外呢，我为什么会玩这款游戏呢？不是说玩啦，就是试玩啦，是因为说我看到 Steam 有哦，所以说呢，我想说，这个如果说手游觉得不错的话，Steam 有的话呢，那这样子玩这个大画面的话，应该算是不错。所以想说先试试看，看看是什么样的这个类型哦。那其实呢，我现在是比较，这个花比较多时间在玩这一个《歧路旅人》哦。但是呢，《歧路旅人》手游的话，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，然后再等改版，所以呢，那个除了一般的这个放置手游啊，再来看一下说有没有什么类似比较，有一点点哈单机成分比较多的这样的游戏哦。好，那这个游戏的话呢，我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刷手抽，手抽哦，那个什么，那个《歧路旅人》也是有刷手抽哦，那所以想说，应该会是类型差不多的这个游戏嘛哈，所以我们再来玩玩看哦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来聊天吧，好啊，所以说这个是。我是谁啊？我是毛生月哥，是不是？哈，所以我是女生喽，哈。哦 ，OK。传说的摇滚乐手受到挖角而来到这个地方，和泉天才骇客集团曾经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。Okid 啊，乐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剧情哦。这个应该是要看剧情吧，因为这好像跟一般的手游不大一样哦。所以我们还是慢慢看好了哈，因为我怕说到时候整个都跳过剧情之后，发现说，这款真的是单机游戏，没有看剧情，就少了那么一个味道。就像如果说《歧路旅人》的话，我这款怎么讲，《歧路旅人》八方大陆的这个霸者。那我当时也是觉得说这个主线剧情很棒，我才会玩下去。所以说，这个剧情的话，我会特别看一下。那一般的放置手游的话，我就不会特别看剧情了，就是说，会看看说这个游戏的玩法喜不喜欢哦。哇，全语音哎。那我们看看哦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吧。好像随便选都没什么关系吧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东西？防御姿态，魔法少女变身。啊，战争。好。这个跟那个《歧路旅人》一样，一滑动它就会自己走了。很方便哦，你一滑它就会自己一直走了，然后可能往上吧之类的，向右前进。这个移动跟《歧路旅人》一样，蛮有意思的。新矮体。四天使部队的首总司令官，首总校，仔细聆听，阻止敌人，该不会这是塔防型游戏吧？塔防型我就没什么兴趣了。不过我有看一下那个画面，应该不是塔防型的游戏啊。这是跳过是不是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可以用拖曳或是滑动。好，这样子吗？哇，糟糕！我可以往上吗？不行，继续走。完了，我刚刚是不是跳掉战斗，跳掉对话了？他可以回顾吗？这么多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剧情对话，这应该是自动播放吧？对，这是自动播放，然后这是快转 ，OK， 然后准备好了吗？你可以自动快转，或是整个都跳过啦 OK 哈，走向灭亡的世界与入队仪式，好，这是序章哦。
这个档案我记得下载了，好像也是至少1G 以上吧。缓冲区，buffer zone。随分。安心しなさい。あなたたちの役割集中して。そんて。哎呦，后勤支援。注意して進みなさい。なあ、向こう。好，敌人出现了。あれがあなたたちの敵。データです。Cancer。あんなのこちらへ。这个刷手抽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哦。日本游戏大部分都这个样子。あなたたちは、あとは電子部、いきなり、セラフィムコードが、まずは私の。如果说要刷手抽的话，代表不知道是不是像那个《奇物语》这样子，就也就是说，角色不好抽，但是抽到之后呢，就可以用很久，就不会在那边一直合上去哈、哦，就抽到一只是最重。好，发动后攻击力跟 SP 将暴增，还能获得回合奖励。哇，SP 加5这么多哈、哦。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换一下哦，buff 不要了。但怕就是战斗的时间太长了哦，这个样子，这样打完一场，感觉花很多时间啊。于第一章解锁哈，好、哦，升级了哈、哦，升级了 DP 增加，HP 增加，DP 的话应该是那个防御的护盾哦。然后力量、智力、灵巧、体力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个还有时间了，有点像是那个什么《女神异闻录》那个样子吗？好、哦，现在是序章，然后呢，下午的5点半。哦，他那个图跑出来会把我吓一跳。是个美人，曹仓可言，他只是个 A 级的。看大家都要拼命的抽 SS 的角色，是不是？NASA 在全球发现14个宇宙坠落物冒出来的宇宙生命体。好，东城师，好，都是女生哦。哦，宇宙的癌细胞哦，原来是螃蟹啊，想吃。哎，纯真上升衣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所以说你的选择会增加一些东西，是不是？是，没关系。像武士的人，妖艳的人，戴面具的人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这个宇宙的 cancer。31A 部队的队长，旁边那个专司吐槽。女爱爱的时候也要吗？纳比的生物，装备战术形态能让角色的能力大幅提升。透过战斗获得的道具，也可以强化战术形态。
好，在这个地方打开手机，哎呦，哦，真的有点像那个 Persona 的那个操作界面哎。轻触学习，然后智力加二，哦，这个样子。我现在都是 A 哦，糟糕，什么时候才可以手抽啊？好，结束了，可以抽卡吗？公告。哇，必出 SS 战型，来自营运团队的，好，哦，然后礼物现在还没有，好，哦，必出哦哦，对不起，还没玩到。宿舍へは案内し。どんな宿舍なんだろう。好，够够够，哎呦，四个人哦，吼，哦，四个人哦。这个是《奇路旅人》像素版，然后变成是 3D 版本的。啊，这是什么命运十字门吗？哦，这是日本存活人数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命运十字门哦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动画哦。对我来说真的是神作，超棒的。它的几乎啦每一个系列应该该看的我都有看哦。什么零啊，然后这个游戏的版本啊之类的啊。啊，他也有出动画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。停机坪。我们可以往上走吗？不行，哦，现在就是顺着走嘛，对不对？可以跟他讲话吗？好像也不行哦。我想要跟谁讲话，好像也没办法哦。啊，这就史莱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干嘛？所以这样是怎样？他就是会配合这个对话，然后把这个剧情弄出来吗？选错会不会怎么样？应该是不会吧，因为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剧情啊。哎，怎么停住了？刚是 loading 是不是？轻触地上的箭头。哦，这个箭头齁。啊，这边有个旗子是什么东西？可以看布告栏吗？还是这个箭头指的就是这边齁。好，我点一下这个箭头哦， OK。所以你要点地上的这个箭头前进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是猫娘哦。后面还有尾巴哎。毛生月歌，哦，他是乐团的主唱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的主角是一个主唱。我刚选的东西，它这边还会接续的刚刚那个剧情哎。变关西腔了。好，我订的披萨送到了。疯狂上升一哦。
私のこと。なんだ。おい、超。シーズレジェンドのローディー。よーし、全然ちゃう。ヒント。知らない。ここも。お前。なら、親切だな。東に天才ロッカー。ローディー。遠すぎるわ。関西のガキは。超能力者冯春慧说句话让他冷静下来吧，这是摇滚乐手特有的压倒性才能差距，这样选起来应该算是蛮正常的吧。这个剧情好复杂啊。蝴蝶丸战舰舰长国建玉。恶货吃客还惨剧。这个声音好辛苦哦。这孩子是萝莉角色，太棒了。哦，这剧情蛮长的哦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回房间咯，再来点一下。好，点一下就可以聊天了。然后这边有对话。好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OK， 好，底下有箭头的就是可以进去，可以进去房间。这是关七香小姐，超能力的滋味哦，龙卷吗？哦，一拳超人现在也出到224哦。来吧乌诺吧。所以这宿舍是六个人一间哦。随身喇叭。好，现在是要去吃晚餐了，都这个时间了，先去吃顿好料再回家吧。好，现在是已经晚上七点钟了齁，序章傍晚。うわー、バイキングじゃん、合成。
我吃到饱。这个加上这个就会变成汉堡排咖喱。哎，真的，你选什么，他就会对应你的这个对话，然后后面会有很多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剧情，哎，所以剧情量算是蛮丰富的哦。我还等到现在都要吃刀削面，刀削面。哦，让我想到那个机器人削那个刀削面，有很多超爆笑的这个影片哦。就会变成长出很多脚的生物洞哦。啊，真的吗？他有旁白哦。哎，不会吧？这个怎样？前面很快乐，然后中间剧情给你刀一下，是不是？研究炽天使，科学技术研究部。超级电脑运作的炽天使配对系统啊，抽卡啦，抽卡啦，这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通过抽卡可以获得战术形态哦，所以说这个游戏的抽卡是获得战术形态，可是事实上，诶，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哈，那只是说这个角色可以使用这个技能，还是说性格吗？哦，像那女神鹦鹉鹿这个样子，然后那个佩鲁索纳哦，所以说这个比较强的战术形态呢，就是变身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探索战型，哦哦，这个哈，来来来来来来哈，手抽来了哈，这一个哈。不能切换，不能切换哈，来获得战术形态吧，所以一定会获得它，是不是哈？哦，稀有度 100% 哈，战术形态出现几率，哇，这么多 哦 ，OK 好，所以说这一次一定会出现 SS 哦，然后不知道是谁哦，哈，好。看看，诶，抽完再去看巴哈好了齁，好，这样子可使用次数2齁，来好探索一次哦。哦，是个攻击型的角色，诶，这个就是女主角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抽到这个了，还是这个是一定会抽到的。好，抽到了，好。好，放进来了 ，OK，SS 哎，好，感觉应该要很猛啊，对不对？好。组队编辑一下战术形态，部队，好，编辑 OK， 所以他的主角都是一样，只是他抽到卡就是你变了一个性格哈，类似那个样子吧。好，已经晚上10点喽。好，同感好了。
と抱いた疑問は。そうだよ。そうなの。まあ、そうだ。大したここに来て。あれ？すごい重要。啊，没有见到一个男人，都死光了吗？哎，对耶，哦，这个游戏故事还有这样的剧情，我想说这个怎么讲呢？哦，游戏都是女生的话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少女回战、少女战争之类的。难道是 MK 病毒吗？不过那是另外一个动画了。这个人果然是北七。寝るのもろ、そんなこんな時代絶対お前、あ、いいダメ、存在にそれにあす、はいは、朝目覚めるたびに一人ずつ消えて、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少一个人、这样的游戏即将开幕。今のせ、みんな寝て、いろ、等下这是谁在讲话？每日成果序章已经结束，开始下载本章的篇章。好像接下来如果说你刷手抽的话，序章是可以跳过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不知道下载多久啊？啊，还有5G 哦！天哪，分批下载或以 day 为单位下载，选择一起下载会以章。分批下载好了齁。哦，他这是一天一天的哦。啊，还是后面那是那个是主线还没有开齁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类似单机的游戏吧。好，那序章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齁，那个战斗没有玩到很多、哦、那就等吧。哦，下载个 5G 哦，哇。好啦，那这个怎么讲齁，第一次玩齁就先玩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到时候大家要看一下说手抽啊要刷哪些角色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奇路旅人我刚玩的时候啊，一开始随便玩，然后呢看刷手抽的时候呢，刷了好像边出去公园边看小孩，然后刷了大概加起来可能4个小时左右齁，才刷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开局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